Is it a rattlesnake? Careful, be careful, be careful! 我是小花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Penny。我今天忽然心血来潮，想要来 Peter's Canyon 走走，因为就是自从日光节约之后呢，下午太阳下山时间就变晚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可以是4:30，然后下班可以来这边爬山。我们来看看他现在有没有小花，出发喽！这是南边的入口，这边可以路边停车，就不用付停车费。所以我们是从南边入口进来的。Peter's Canyon Regional Park 坐落在橙县山区跟 Tustin 的边界，在这个大城市里的小公园有一个迷你的水库，使得很多动物跟飞鸟在这里栖息。这里有许多小登山步道组成，绕着整个公园走一圈，长度有5.7英里。上上下下的地形也是当地的热门登山车道。详细的公园地图可以参考 OC Park 的官网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通常后面，其实今年好像也没有说到真的很绿啦，通常后面是就完全是枯黄的，然后现在3月应该是会有一点小小绿绿的感觉。基本上呢 ，Peter's Canyon 每年呢，大概就是在3月到6月。是最绿的时候，所以趁现在它还是绿的时候，要赶快来看看它。其实还蛮陡的，它就是一点上一点下，很好的健行步道哦。很大很大条，这条 is it a rattlesnake？在草丛里，可他现在在草丛里。Oh my god! Did you see the tail? Careful, be careful, be careful! 真的很可怕，好可怕哦！因为我们在 trail 上面，他在草里面啦。从这个森林小树林出来，就出来了。哦，这里真的是还蛮舒服的。现在太阳下山时间是晚上7点，所以现在很适合下午5点下班，然后走到7点以前回家。然后现在比较不会这么热，所以欢迎大家来 Peter's Canyon 走走哦。我要回家了，拜拜。